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我回来的第三天，今天要早早的起床，太多事情需要等着我去做了，整理打扫，太乱太乱了，真的是无法形容了，我都觉得是从一个天堂跌到了地狱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还生活还在继续啊。还有地方水管漏水啦，还有那些电不通啊，还有一些，哎，反正就是需要整理的太多了。今天打电话要约一个亲戚的小孩嘛，算是就是专业的水电工，来帮我们再看一下，因为有一个水管一直漏水啊，真的非常糟糕啊。那好了，我现在又去做事了，太多事情需要我去做了，今天要断舍离啊，断舍离。妈丢了，我妈回了台湾都比较舍得了。这个照，这个是蚊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很老，算古董了。哎，这个是我爷爷那一辈用的，舍不得丢啊，还是有点怀旧。其实现在丢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心痛啊，但是觉得真的是太多了。对，这个是最原始的蚊帐，全是纯棉的，我妈都说不要了。哎呀，大家肯定都没有见过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吧。最原始的蚊帐就是竹竿从这里穿过去，看到没有？该整理就整理啊，太多需要整理的。有水的话，它这样子啊，辛苦你了哈。哦，你也带了。带了，万一不好弄呗。哇，几年不见就长成一米那个高大个了。谈恋爱没有啊？没有。没有哈，还小了，不急不急呀、啊。看一下。啊，对。电源要关了，安全简直是眼前一亮啊，高大帅气小伙长成了以前看了这么高。这个是近代的，近代的，这个是这个要留的啊，这个是羽绒裤，只有我穿了，我妈说她没那么冷，她怕热不怕冷。好了，这近代的留起来。好，这间房屋看起来比较漂亮哈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不是没有收到租金吗？老板跑路了，剩下的沙发就这样子，柜子好像还捡到便宜似的，那摆起来还挺漂亮的哈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还有这个柜子了，也是算是租金抵押吧。然后还有这个办公椅，房租抵押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本来说发现新大陆，这个茶几号还可以，有个抽屉打开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全是发霉，这个缴电费的，这口罩不能用了，你看就浪费了吧。你看这是干什么的，这干什么的我不知道，这干什么的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全是霉了，我来弄一下这个煤灰啊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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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漏水啊，衣服全弄湿了，还是有很多水的。我的天哪，流的是泥浆的嘛。哎呀，这个房子太恼火了，资金不到位，就是将就盖的，所以说就没弄好，太多问题了。哎呀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种蚊帐怎么这么多啊，我妈比我还怀旧啊，要不要丢啊，太多了。你看潮湿哈，我这是我自己贴的，贴的那个怎么胶，要不然它会发霉。整个柜子都是我以前贴的，看吧，太夸张了啊！这个蚊帐我妈舍得吗？再去问一下她，尊重一下。妈，她也不用我嘞。妈，这个蚊帐，我们家就差不多了，舍不得啊。这是不丢了这种。好，你留着留着留着。你当然做啥你不当然做，你可以喜欢当你那分。那我觉得你做啥你什么人你要不是睡大车，你站门口打的。你站上家里打的你们，你我一直手拿啥家你就打的睡吗？你实在你要打的睡你看我咋我就往后。那个人那不坏呀。妈，你最喜欢这个事了，你这人转一个弯就干。坏了嘛哥，你要注意到点哈。还就还嘛。你现在做啥的？你上班做的？你看他这就他做，他赚你的嘛。我就在做这个。做久了就。我妹儿在上班。那个凳子，上街道哈，慢点哈。我把这个东西稍微留长点，下个水要用啥的就可以用。哦，要的要的。啊，这个风还可以。好了。哎、看着长大的，我妈想跟人家介绍对象。哎呦，今天半夜的时候，妈来，
这个凤梨酥哈，这个凤梨酥是台湾得了奖的，快来，来天我们上那个，快去，快上，上一个，随便拿，它每个口味不一样。哎，草莓。哎，那个草莓，草莓啊，嗯，你尝一下嘛，哎，感觉一下，评价一下嘛。可以，我来一下嘛。嗯，酥软个，嗯，比较酥。对的。嗯。还是好吃。好吃哈。大家他们都喜欢吃，好吃，都觉得。它那个不光是味道哈，其实味道哈，我们这边也做得出来。它主要就是啥，它不加防腐剂，它时间它受时间限制。好吃就吃，还有。我很多那一种怎么说呢？应该算是比较基本派的。嗯。说一些东西。你看就看，千万不要截图啊，啥子微信到处去发朋友圈，群都不能发。私人呢，可能要好到低一点。尽量我们在网上根本就不会发这些东西，顶多看一眼，嗯，看不下去了骂两句，没了。其他的根本就不参与，嗯，对，这个东西，嗯，可不可能人家查不到嘛？哦，工资高不高？我是说，一个月就3000块钱吧。三千，哎，好苦！像你们这样子，如果要靠你们买房子养家糊口，要不这样，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说了。嗯，因为每个月发的工资你要计算好。嗯，因为它都是压半个月嘛。还压半个月噶？啊，你3000块钱工资要管十来天。我能够理解，我们以前也是，你第一个月工资，你第一个月做是不得工资，你要做满一个月才有工资。哎、那么当你拿到工资，他又压半个月，就只剩下1500，这1500你又要供这个月你生活费，要供下个月生活费。对，我太能理解了。所以说，有时候还借点钱。嗯，有时候。过得去走，不然真过不去走。嗯。那段时间在外头上班，基本上每一个月都要刚还了，可能隔个一个星期啥子，又要找他借。嗯，然后发工资又发给他们，一点办法都没得。嗯，因为当时跟我老汉儿闹矛盾，然后我想着我又气不过，我出去上班，上班又遇到这种情况，然后一天差不多就早上吃个早饭，中午晚上一天三顿，有时候到月底过后没钱了，拖了两箱泡面回来。哦，你不要少吃泡面。我们这边泡面又不像台湾那边泡面，它至少说质量要把关点。我也不是说那边有好好哈，至少说管控要好些。我晓得这个泡面我吃过，那段时间知道那段时间得胃病，就这么。你看看人家，哎呀，得胃病。哎呦。你不要吃泡面，你宁愿去买点馒头。没当时想着泡面那个。味道好嘛？我晓得你。味道好，不要买泡面了。嗯，就不要。你可以买点水果。买点馒头。喝酒喝得凶。哦，喝酒啊？当时喝酒喝得凶，因为你出去跑夜不要陪人家吃饭。陪命那种感觉了。真的就是陪命，当时啤酒都是一箱一箱的来，啥子一箱。哎呀，别，不行，我跟你说嘛，为了挣点钱，把命搭进去是最，失去健康是最不划算的事情。当时不晓得嘛。像你妈又不在了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他妈过世了，后妈呀，你认识？哎呀，你莫去请问人家后妈嘛，你问人家啷个说嘛？现在，对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的去，一个是要保证身体健康，然后你去啷个去挣钱，存钱，以后再结婚生子养家糊口，晓得吗？你只能接受这个大环境，虽然改变不了，但是你只能说想办法去适应。你适应了。哦。你适应不到，你只有挨淘汰。但是你们那边我不晓得哈，我觉得我们那边有时候觉得很苦啊，很怎么样？但是听你们这样子说的话，好像也苦噶，还是苦。最苦的是00后更苦。对呀，00后更苦。更到后面去，因为我们这一代已经很不好找工作了，很不好挣钱了。00后更到后，有00后还跟我们这一代争。哎，就你这。嗯，你们算是那个嘛，接近00后了嘛？啊，接近了嘛？97嘛。嗯，但是97年也比00后要大，然后我们都还在找这些工作啊啥子之类的，00后还这么想。啊，很多人婚都不想结个，有没有这种现象多不多？我都不想结。你都不想结？啊，那个么？为啥子不想结婚呢？哎，95后、00后啊，这种年轻的为啥子不想结婚呢？现在那些女的你去了解呀，啥子宠坏了，啥子东西？第一个彩礼嘛，嗯，有骗彩礼的，啊，
那个棺材里，棺材里的也有。那个给你妈老妈老汉吃的。啊，我不想去吃这些东西，麻烦。然后第二那个，怎么说？前面看那个新闻，订婚宴，然后订完婚，海底捞，第二天那个女的找他强奸。哎呀，好吓人！你是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个社会风气哈，然后还有一个地铁偷拍。啥子？那个就是地铁上一个女的去诬陷那个男的，偷拍他，偷拍他，把他告了，告了过后，检查出来没有，并没有，因为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去，男方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去解释这个事情，然后后头人家肯定气不过噻，凭啥子你诬告我一句啊？你说一个弄错了就完了，人家肯定要起诉他的，嗯，去调解嘛。哎，条件他现在人家女方根本都没出现过。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哈，现在受委屈的不是女生了，是男生了。虽然说我是女生，但是我往往都站在男生这边。为啥子哈？现在男生他真的好不容易哦，又要养家糊口，然后又要……我最看不过的啥呢？人家玩啥的钱？都啥子都拿给你。男女是应该平等的，晓得吗？但是还有就是哈，你看现在他们这些男娃娃些都有点畏惧女生了。他畏惧，他怕。以前是我们女生怕男生，现在是男生怕女生。哦、实际上男娃娃还单纯些。嗯。遇到一个真心真意的，真的很不容易、啊。我当时坐地铁。嗯。本来我在那儿耍手机听歌，在看小说嘛。嗯。旁边过来两个女的，摆着就把手机揣包头了。给你揣包头。我揣。我看他过来，我就直接揣包头了，小说也不看。哦，为啥子？不敢，不敢。万一呢？万一你万一他说你偷拍他的？啊，我怎么办？哎，好可怜了。嗯。现在娃娃很委屈，我觉得如果大部分的现象都这样子，是不是跟教育有点关系？我问你，你们男生读书的时候，是不是老师总是教不要打女生，要让着女生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这样子教，对不 对, 对？还有就是那个喜羊羊跟灰太狼把你们害了。喜羊羊那个动画片，喜羊羊跟灰太狼，灰太狼一直欺负那个灰太狼，都是拿平底锅去烤，喊你这样喊你那样。我说嘛，那个动画片真的还是把他们害了，所有女生都把自己扮演成了那个红太狼的那种形象，然后去欺负。我跟你说嘛，鼻血打出来是好多，好造孽哦，打的。他小的时候他都说他怕，他不喜欢女生。我的想法是，以后如果说有娃娃了，我教育他就是我不指望你去有啥子成就，你只要不惹事，但是你不能怕事，有人惹你，实在给你逼到急了，你放手去做，那大不了我去给你顶，我就做了。现在的教育方式都变了，因为就是受到了伤害太大了。现在我看网上哈，教育方式男女平等，然后也不能说让男生不还手，意思就是说男生哈，你还在适当的懂得保护自己，因为以前的女生太猖狂了，就是那个喜羊羊跟灰太狼把他们害了。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前段时间有个那个邯郸那个三个娃儿嘛，把你两个娃儿杀了嘛。哦，那个事情好严重哦。就因为这个事情，所以我的现在的想法是，如果说以后有娃，我觉得必须这样子教育，就是如果说人家真的威胁到你，懂得反抗，你觉得啥子生命安全了？你就把我死了这女生是弱者。其实从我内心，我觉得以前的教育方式是对的，我都认为男生要大度，要让着女生。当后来出现了很多社会的怪现象过后，就很奇怪。现在说说现在的社会，我不晓得怎么回事哈。哦，我理解。说说，我们现在出个门，坐个地铁，然后东西你都要看清楚，旁边生怕遇到这种事情，因为很浪费时间。对。他一旦把你的讹上了、啊、他又说你啥子偷窥他了，他还又说你啥子又这样、啊、好像你拿不出来带你去、哎、像那个地铁那个案件，你说地铁但是这种女娃娃我觉得也不多，有时候你多还得了，对呀、啊、因为像地铁那个事情啊，一般地铁上都有监控的啊，你查噻，把你监控坏了哦、嗯，所以说地铁官方帮不了你，你只能靠自己。为什么台湾还有这个，还有个那种女性车厢，夜间女性车厢啊，那就好，那个就好。我觉得这个感觉都不是保护女生了，我就好像是保护男生了。我现在水果可以，水果可以，我都停不下来。嗯，哎，还可以。
好担心你们了，我侄娃子他还说他不结婚，咬牙切齿说不结婚。那你又来了一个不结婚的。他是厕所就在他的厨房里了，然后厕所在厨房里面。嗯，有一回是当时弄那个垃圾，手没带稳掉地上了，我以为要换椅子，他老板说你拍一下，当时他多撒点辣椒面，来装就是了。哎，但是最起码你要想使用嘛，你也是稍微跟人家过下油嘛。冲下水嘛，我们只是个员工，啊，你在哪里？然后我实在想不通啊，不敢点外卖，好，然后我就走了，没上班了，然后反正给他举报了。真的啊？哎呦，只能说是你都是忍无可忍了，你才去举报他，哥。啊，真忍不了了，我说实话，我不想跟任何人去争吵这些东西，因为很浪费时间。哎，然后自己有气了，没力量。哎，一般是不喜欢。只要送过外卖的人就不会再点外卖了哈。嗯，对，送外卖的人基本不会点外卖。辛苦啊，我都觉得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苦，但是有时候哈，人家还羡慕，像他们年轻的，年轻的还羡慕我们那代的，他说至少说食品安全点。嗯，对啊，我们那人苦，但我们那人勤快。你当年听你现在的小伙子。你很聪明来的，我抓住你就，把你抓住我，你没啥的哈，没根本的。我年纪小的，我跟你说嘛，教育有很大关系。你看嘛，你们年轻小伙子都说不得力气，日本那些娃些从幼儿园就开始很在意他们的健康，举重、翻跟斗儿，冬天家要喊你让抗寒抗寒。哎，你们那个时候的教育有没得户外活动呢？户外教学、户外活动，带你们出去学习那种。有不得不得从来没得从来没得啥子都不懂，父母可能也没有那种意识去教你们，带你们出去耍，带你们出去去学更多的，所以说人家教育很大关系。你看台湾那边教育，台湾的娃娃哈一两岁就开始带出去了，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技巧，知识老师也带出去户外教学，相当于你们出了社会过后才开始一步一步成长，才开始学，才开始成长。任何东西都开始学，包括洗衣裳、做饭、钉纽扣，是不是？嗯。就把就生活上的所有全部不会。生活上的不会，然后出社会的人际关系，任何东西打交道，啥都。全部都不会，嘎。一点都不懂。我跟你说，台湾的学校哈，你小孩教啥子？从小学就教你钉扣子了，做饭、啊、还有烹饪啊那些，全部都教装满，蒸面、蒸馒头、造纸。然后教你认南瓜，反正全部要带出去，亲身的去体会。我想我菜都认不起，到现在都认不起。哎呀，带了火。因为当时出来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找工作嘛，找工作的话，你只面试就是。是不是你们经常照片？有一回你们是不是去那个电影院，我们拉都拉不住，我说你们不要去，是骗子骗子，你要去，你是不是上了当，买了衣裳？给了那个啥子，他说他在送送弄啥子卡，你们只需要去电影院去发眼镜就可以了。我当时我明天就说了，跟你说了是骗子骗子，你们都不相信。我也遇到过要办卡的，但是还好我没带钱，我还好没钱，我钱包没揣，出门的时候换了衣服没揣钱。我跟你说，你们要小心点哈，尤其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人，有些人就盯上你们了，单纯，然后就在你们身上下手，骗你们的钱，他不管你找不找你，可不可怜。管理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他就先骗了再说，人家的心已经很狠了，晓不吧？对哦。哎，上大学出来找工作，反正就挨着挨着一家店一家店的问，很快捷方法。后头还问那个中介，然后中介也发了个群，群里面也有很多骗人的。现在的然后里面自己去筛选，一个一个跑去找工作。你到时候因为一合同劳动合同这个东西，当时晓都不晓得噻。嗯。用挨了以后。我都慢慢当地的。你要识别这个像不像骗子，你随时要注意。反正不拿钱，随便他骗。随便他说啥子，我不拿钱。两个人也不能。随便他那个说，反正我不掏钱。嗯，还有包括交那些交朋友的时候。也照片。带了两道。带两道交朋友。送走了小帅哥，然后又开始忙碌了。刚才跟那个小帅哥聊了很久，就是有时候听一下他们的心声也不错哈。尤其是他们这种95后00后的，整个那个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，求业啊婚姻啊这些，有时跟他们聊一下嘛，就这样。然后送了一些那个凤梨酥给他。
每次回来都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，感觉一离开就没有什么事，一回来就事情就是一堆啊。那好了，我要去做事了，做不完的事啊，整理不完了。那好了，今天的回家的第三天就分享到这里，都是一些生活琐事。好了，拜拜。